盘点录节目意外瞬间，杨洋在录节目时突发意外，把氧气罐给了队友。行干嘛站着那么使劲？快给我毛巾，让我赶紧回去。因此落下了病根，谢娜在节目上一个脚下不稳，摔到了尾骨。哎呦，这肯定错到了，肯定这一定扭到了。上来个人，就还坚持不用支架。不要担架，不要担架，我跟你说，别人看了不好，不要担架，不要担架来。我就这几眼精神，真是值得尊敬。本以为是可爱的小猴子，可一不留神竟咬了容祖儿，忽然间就抱着我的手就开始咬。不受控制的动物还是要有一些防备意识啊。孙耀奇因为体重过轻，试图跳起来增加重量，可谁料这属实是很高呀，心疼小姐姐。在节目上，两位选手表演才艺，撒贝宁话音刚落，谁料好厨子，精彩的表演，如此危险的行为，保护措施未免也太差了吧。